紫薯包、香辣牛肉包，红豆抹茶包、核桃包、土豆包，还有这个是芝士培根包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肚子里有料的六个包子。我只吃过这个核桃包，其他的五种我都没有吃过。然后喝的是那个一鸣的奶，我插反了。是熟悉的味道。先吃一个这个吧，这好像是培根芝士包。这是抹茶红豆包，这个好难吃啊！噎住我了，再来吃这个土豆包。这个还可以。这里面酱汁很多，然后有肉丁。我以为土豆包它的夹心是土豆，没想到它只是长得像土豆。再来吃最贵的核桃包，核桃包之前我吃过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觉得这个核桃包它的外表做的是最精致的。它这里面就是有那种炼乳类的东西，可能。太热了就会流汁。我第一次吃肚子里有料的核桃包，简直感觉惊为天人！怎么会有那么好吃的包子？后来吃多了也就没有感觉了。这个那么大的是四方香辣牛肉包。
它外面还包着豆腐皮，那个肉块外面。这个包子还挺实在的，那么大一个，肉也那么大一块，还挺新颖的，包着豆腐皮。不错的。和这一名的奶想起了以前读高中的时候，高中的时候有时候早餐差就会去小卖部买一名的奶，然后再买一个一名的面包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吃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一名的那个三明治，可是，一名那个三明治它外面就不是有那种，印着那个生产日期啊什么的东西吗？我总觉得它有一股油漆味很重很重。以前学校的离小卖部，还有就是我们本地生产的那种，叫什么鸡肉汉堡，这是其实2块面包片里面夹了那个微微有点辣的鸡肉，还有就是，撒上那个沙拉酱，那时候觉得挺好吃的，真的觉得挺好吃的，这好难吃啊。培根芝士包，难吃到我都不想给它切近景，难吃到我都不想站起来为它对焦了，就这样子的。这培根就是根本看不见，可能就是一点小肉块，撒了一点，能吃出来一点黑胡椒的味道，还有一点点洋葱。不过我最早接触到一名家的东西是一名家的酸奶。以前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喝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怎么喝过酸奶嘛，不像现在有那种安慕希啊、纯甄的那种酸奶。那个时候酸奶就没怎么喝过，第一次喝一名的酸奶觉得超级好喝。我那个时候最喜欢喝的是原味的，还有黑加仑味的。我记得那时候就3块钱还是3.5块一袋，超级好喝。量很丰富。我之前只吃过一家包子店的紫薯包，就是学校里面，高大学的时候，我之前好像录过视频。他们家紫薯包真的很好吃，算是小小的一个，还有他们家的粉丝包，都很好吃，好怀念啊。
刚才想到一件很搞笑的事情，就是卖这个包子他们家店是在我们寝室附近的小吃街，然后他们家对面是卖酱饼的，然后他们这个小吃街就是在我们学校的东门附近，就在我们寝室那边。然后有一次我和我室友出去要去南门乘车，然后快走到南门的时候还闻到酱饼那家很香很香，就是一闻就知道是酱饼他们家的味道。我们就在想，天哪，这酱饼怎么那么香啊，半个学校都穿过去了。然后我们就在激情的讨论说，我说酱饼他们家会不会还有分店啊，酱饼家会不会就住在南门附近啊。谁知道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哥就是手拿着酱饼，然后一边吃一边往南门奔走过去，然后我们才意识到原来带着酱饼香味的人就在我们身边呀。可能听起来不搞笑，但是那个时候就真的很好笑，我们真的激情的讨论了大概20秒钟，后来才发现一个小哥拿着酱饼往南门走过去。嗯，那次好像也要出门吃饭，我们都超级饿的。我们寝室经常就是捡那种便宜，就是有些时候午市啊，像大鱼火锅午市啊，就是2-3点钟吧，然后就是价格比较便宜，然后就睡到10多点钟，然后去吃。还有就是之前，刚入秋波那一会儿，有一次是那个叫什么，蜀什么的那个，也是吃火锅的，他好像6折，我们排了大概3个小时的队，在那边，印象城对面。然后我妈那天还给我打电话说，问我在干嘛，我说我在吃火锅。我妈说你8点了还在吃啊，我说不是啊，我们还在排队，估计吃上还要等1个小时呢。拜拜。